大家好，这是心理思维的带来原神的游戏视频。上期呢，应该是冒险等级，应该是32级。32呢，应该是解锁了一个新的传说任务。这个四叶草之章应该是可莉的，他的一个任务，应该是角色任务吧，应该叫返回任务界面，说是。这边等于是可以出来了，那直接追踪，然后这儿还有一个邮件，哦，这个是可莉她给我们寄过来的那东西，好像每天是给100个石头是吧？发明了一种给物体注镭元素的方法，这样的炸弹。哦，雷泽之前做雷泽的任务线的时候，好像是找的一个雷泽，他说是一个什么骑士团的人，当时大家都以为是那个弓箭手，后来是实际上应该说的是可莉。好多的勾勾果，对，这样等于是还剩一封信，应该是一共有，我们现在有多少的这个？1600了，1000好像是1600可以许愿一次吧，这样就许愿，应该是武器，这个许愿好像就是一个常驻的，所以说也没有什么会一直在，这边是一个限时的，我觉得就是许愿一下。我现在主要是想去获得一些。更多的角色，这样是能解锁出更多，至少是一些角色的配合什么的。不要来重复的角色，这个就好像抽10次是一定出一个角色吧？还是说出一次4星呢？这样就等于是还是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很恶意嘛，一直出我需要不了的，我奶妈太多了，我都几个这个。这个人了，命之作，我已经5个他了，是吗？这个真的是，我无话可说啊。悟心铠效果结束时因。伤害破碎时对敌人造成400攻击力的盐元素伤害，就等于是你需要一个输出型的奶妈，或者说就是有了这么多天赋后还是可以输出的。但我有一个5星奶妈了，就感觉好奇怪。这个是3层天赋，这个人4层天赋。我是想多拿一些人，然后。这边的这个探险，每次是现在我尝试可以派出4个人吧，所以是之前抽到一些人是我是想用，但是后来发现他们都是被探险派出去了。总之就是很蛋疼，不能来一些我没有的角色嘛，至少是可以解锁一些我试验一下，看看哪个角色的一些配合什么，一直出重复的角色实在是。确实没有办法，可能我在想，现在我要就是不要抽这个常驻的这个去抽，或者说应该是去抽常驻那个东西吧。常驻那个东西里面应该可能是角色更多一些，但也说不好。我们现在就不去想这个，对不对？回去看看这个主线吧。ああ、実は酒場の客たちがある話題で盛り上がっててね。ズバリ、誰がモンドで最強なのかって。最強？なあ、一撃でヒルチャールを数体倒せたら最強か？うん、どう
やら最強という称号は簡単じゃないみたいだな。そうだパットン、それってもう結果は出たのか？いや、自由の都に暮らす人がそう簡単に意見を一致させることはないよ。もしそ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空から漁師トーストが降ってくるだろうね。みんな自分の推しがいて、持ってる情報もバラバラだ。でもその方が議論が白熱して面白いだろう。今支持率が高いのは確かダンディライオン騎士と闇夜の英雄だったかな。支持我吗？オイラはお前を応援してるぜ。ひとまず酒場に入ってみようぜ。面白い話が聞けるかも。这个上机我是没法调，这个好奇怪。啊，その自由奔放さ、羨ましいよ。俺のことは気にしないでくれ。うん、俺もぼちぼち仕事に戻るか。真正的宝物。エンジェルズシャー、タイムス。いらっしゃい。今日は何を飲む？モンドの最強？あまり気にしたことないね。バーテンダーなら何かしら情報があると思ったのに。そうそう、そういうのが聞きたいんだ。情報を扱うような仕事は担当外だがな。強いて言うなら闇夜の英雄かね。彼はアビス教団から人を助けたと、そう話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る。出た、裏情報。というかアビス教団の奴らって本当にあちこちで騒ぎを起こしてるんだな。たとえ幼馴染でも。ああ、お前もモンドの名酒を飲みに来たのか。最強といえば、そりゃもちろん我らが神団長だろ。だってよ、神団長は剣を少し振るっただけで遺跡守衛を倒したんだぞ。一人でダダウパの谷の三大部族も一掃できる。そのおかげで俺たちは平和で暇なんだ。是这样吗？確かにジンは頼もしいよな。でもこいつ酔っ払いすぎじゃないか。たとえ幼馴染でも。いや、一人前の冒険者たるものお酒に強くなろうと鍛えてるんだけど、一緒にどうだい？ん？モンドで誰が最強かを聞きたいって？そりゃあやっぱり大冒険家スタンレーさんかな。教会のサイリウス会長もすごいけど、ジンジャッカイの魔獣とまともにやり合えるのはスタンレーさんくらいだからね。禁忌海魔兽。ジンジャッカイの魔獣強そうだな。もしお前の前に現れたらお前でもビビりそうか。わあ、さすがだな。嗯，哦，还有一个这个人，六指。どうだ？この女性の会心の最新作を聞いていかないか？ん？モンドの最強は誰かって？それなら、多分あの赤い服の女の子だろうな。そうだ。半月前、俺は暴風山地で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が湧くのを待ってたんだが。讲解之前好像在什么看说那个可莉是炸鱼还是什么。その時何があったと思う？なんだなんだ。とんでもない破壊力を持ったやつと遭遇したんだよ。そいつのせいで暴風山地の地面が一瞬にしてえぐれてね。すげえ。あの時俺は木の陰に隠れてて、赤い服の女の子が逃げ去るように走っていくのを見たんだ。
彼女が通った場所は見事に変わり果てていたよ。はあ、でもな、誰も俺の話を信じてくれないんだ。まあ、女の子とその破壊力は普通だったら結びつかないもんな。きっとあの子は誰も知らないような強力なお宝でも持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もしかしたらそれはモンドで一番すごいお宝かもしれない。お宝？おい、聞いたか？あくまで俺の推測だけどな。いや、銀遊詩人の直感ってやつだな。ありがとう。ああ、これが心の友ってやつか。嬉しい。俺は嬉しいよ。で、その女の子の名前は？名前は知らないな。あまりモンドでは見かけない気がする。でも信じてくれ、全部本当の話なんだ。謎が多いな。まあ、情報ありがとな。やっぱりパットンの言ってた通りだったな。特別な人選。でもこのままみんな自由に意見を言ってたら、いつまで経ってもモンドの最強が誰なのか決着つかないぞ。あ、そうだ、ジンに聞いてみるのはどうだ。セピロス騎士団の公式ランキングとかあったりするかも。聞いてみ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だろ。行くぞ。哎呦，排名。嗯，好，一个凳子。いないモラ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だろうか。セピロス騎士団の公式ランキングとかあったりしないか。モンドの最強？すまない、そういった資料はないな。そっか、ジェ、こいつが5位までに入ってないか期待してたんだけどな。そんな統計がなくとも私は栄誉騎士の実力を疑ったことなどないぞ。そうだ、そういえば最近またアビスの魔術師がモンドの周辺をうろついているらしい。もしモンドの周りに用があるなら気に留めておいてくれると助かる。君の実力なら人々の安全を守るくらいわけないと思うが。うん、アビス教団の奴らを倒したらきっと彼女のランキングも上がるよな。とにかく倒すぞ。なんだか君たちのやる気に元気をもらえた気がする。では気をつけて行ってきてくれ。这个琴之前不是还文嗯使っちゃ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あれ、
城里放炮，禁闭室报道，炸弹伤人，勤找上门，放火烧山，可立完蛋，什么东西？これ、城内爆破は反省室。怪我人いるところに陣団長あり。山火事は一貫の終わり。あ、これはガイお兄ちゃんが書いてくれたの。その生きるための心得だよ。什么叫生存？生きるための心得？つまり絶対にしちゃダメなこと。でないとすごくすっごく怖いことが起こるの。うん。あ、自己紹介を忘れてた。クレイはクレイだよ。よろしくね。オイラのことはパイモンって呼んでくれ。あなたたちのこと知ってる。モンドを助けてくれた栄誉騎士でしょ。お、オイラたちを知るやつがまた一人。カン、うん、アンバーをね。あ、今はそれどころじゃなかった。実はね、とっても大事な用があって地図を持ってここまで来たの。あのね、ささやきの森に埋めた宝物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の。宝物？红衣服的小女孩。しかも宝物も持ってる。女性が言ってたやつってクレイのことかもな。宝物がなくなったのは一大事だな。オイラたちも一緒に探してやるよ。本当？ありがとう。ね、宝物はね、この位置にあるの。地図に場所を書いておいたの。埋めた場所に小さな木の札を刺しておいたから分かりやすいと思う。あ、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有印象。木の札。宝物がなくなった理由が分かった気がするな。英雄騎士のお姉ちゃん、早く行こう。其实都没有必要出去，应该是可以直接传过去的，而是说有其他的任务。没有，就是直接去那个地方。对话。着いた。この辺りだよ。あのね、クレイの宝物はここに埋めてたんだけど。穴が開いてるな。那是个法师。アビスの魔術師か。まさか、ジンが言ってたやつじゃ。旁边飘了个什么玩意？あれ、あいつの手何か持ってないか。あー、クレイの宝物だ。なんだって。ち、助っ人を連れてくるとはな。作戦変更だ。おい、待て、逃げるな。アビスの魔術師？前に森で遊んだ時はいなかったのに。な
かかわいいね。ふわふわしてて。さっさとそれを返せ。やかましい。せっかく手に入れたんだ、返すわけがないだろう。ふん。そりゃ、姿を見せよ、オーズ。ふん、熱々でしょ。よいしょ。はふん、はっ。おい、惑わされるな。アビスの魔術師は悪い人だぞ。そうだよね。盗みは良くないって神団長が。待ちやがれ。お前たちさえいなければ、あの小娘一人ならなんとかなったものを。这怪都是哪儿来的？我在打什么东西？哇！他知道我们是这个什么骑哦，他是应该是骑士团里面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能打吗？这个东西只是做遗迹入口的一个东西，还是说有别的意义？有点没有搞懂。推荐等级30就完了。这边什么冒险等级都要多少？好多的冒险等级，怎么推荐才是30级？好奇怪。这个可莉可能是等于是跟七七是一个，都是很小一只的样子。看一下他的47级的武器。18的攻击力，然后高于50%，这算是一个逆斩杀技能吗？爆弹持ちすぎたのかな？暴击伤害、元素充能，好吧。这怎么打不到？
哇，自己着了是吗？还是有什么情况？这血是怎么飞的？等级还是太近了。哦，还有一个。是爱用一个人打吧，应该是多换一些技能了。不过这也是第一次我用，也是在地牢里用它，所以说。有时候我攻击怎么会打出一个功能来？这边是前进方向。那边好像看了一个箱子似的，那边没有东西，那边有一个可以破坏的东西。这身高是有问题啊，救命！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影のカラスが優雅を求めている。熱々でしょ？这就等于是身高有没有好。原来个矮也是有优势的。这东西还可以，还可以推。
哎，这自己掉下了。还说下边死不了。追いつかれたか。少しはやるみたいだな。だがここまでだ。おい、何をする気だ。人々の噂の中から最強の人間について情報を集めさせてもらった。そしたらこの赤い服のガキがモンドでも最強の宝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じゃないか。その宝が我々の手に渡った以上、お前たちに勝ち目はない。そうだな。お前たちでこれの力を試してやろう。ダメ。絶対にいじっちゃダメ。その焦った顔、今になって怖くなったのか？怎么觉得这玩意儿是个爆弹呢？どれどれ？火の印か。生きるための心得。怪我人いるところに神壇上あり。終わった。クレイがモンドで最強って噂があるわけだ。少なくともオイラは相手にしたくないな。でもクレイ、なんで逃げてたんだ？あ、そうだ。騎士団に戻って神団長に今回の一件を報告しよう。嗯，但可以这么着出去吧，可以这么出去，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追踪，停止追踪，向秦汇报，我就直接传出去吧。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地图上没有这个标记啊。什么地方？嗯，你怎么已经回来了？答えてほしい。怪我人はどこにいる？でもモフモフはクレイのものを盗んだだけなのに、クレイの爆弾が。オイラが言ったアビスの魔術師は悪い人っていうのはただの言葉のあやだぞ。アビスの魔術師は人間じゃない。あいつらは、そうだな、人類と敵対する悪い奴らだ。モフモフは人類の敵？悪い奴？わかんなくなってきちゃった。これは私のミスだな。クレイはまだ幼いからこういうことを教えていなかったんだ。アビスの怪物どもはモンドの脅威であり、とりわけ最近は活動が激しい。なるほど、オイラ分かったぞ。きっとやつらは
宝物の噂を聞いたからクレイを狙ったんだ。オイラがクレイの宝物を手に何なのか知りたかったみたいに。じゃあ今回の手柄に免じて今度のバドル同祭の参加を許可する。羽球节是什么东西？之前好像特别早的时候好像有听到过这个。バドル同祭やったお姉ちゃんも絶対お祭りに来てね。ふうまくまとまったみたいだな。しかし、しかし、クレイ、その宝物をどこに隠していた？聞く。また星落としの湖の魚に何かするつもり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違うよ。オイラたちもすっごい見てるよ。クレイ。クレイ、一人で反省室にいて退屈しないかな。哦，这个禁闭室，好吧，啊，就是这个。之前好像特早的时候，好像跟那个人对话，说这个是这个房间是禁闭室。可莉的专用金币室了。誰だ？あ、パイモンちゃんの声だ。うん、お願い。ダメ。クレイは真面目に反省してるんだから誘惑しないで。反省中はここでバドル同祭のために特別な宝物を作ってるんだ。宝物。浮き輪の形にしてみたんだよ。可愛いんでしょ。うん、バドル同祭が始まったらきっとみんな気に入ってくれると思う。はあ、ジンがこの話を聞いたらきっとクレイの反省室で過ごす時間が長くなるだろうな。哇，这么短吗？就直接完成了？好吧，倒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任务。这样就还有什么吗？这个应该是没了，就等于是只剩下那个什么九柱，应该是需要找到九个，不是镶进九个东西去。那个东西现在我应该是有了八个，还差一个。之后的这个传说任务是，刚才好是32吧，等于是要34。现在升级就是特别特别慢了，每天呢主要是经验值是。大部分经验值是日常，没有任务化之后打怪不给经验，然后给经验的是一些要这个什么树脂，这个也是，总之是每天有限。可以，你可以花钱买，但是我现在还是想去用这个宝石去买角色。那最近可能是因为我这个角色买的好多重复的角色吧。如果说能买到更多新的角色，我可以去试验一些角色的一些搭配什么的，可能会好点。但现在的话，这个数值还是留着吧，不去买这个东西了。那可能就是去这张图，应该是我探索完了。接下来呢，那这些还有点时间，可以我就把这个地儿探索吧。之前好像是这个岛没有探索，之前的这个大的地区探索过了。可以把这个弄完，好像这儿还有一个什么岩神童。
这个东西好像不给，基本不给什么东西，我就不理他了。史莱姆在敲，丢石头，你敢跳下来吗？你跳下来了。倒是掉了一个漆儿，还可以。地中之岩，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于是中间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获得的。周围的话，周围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哦，这儿有个箱子。是有水的时候遇上火是会产生一个道的。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我就是赖这个游戏，它自动爬墙，谁战斗中会爬墙？又爬上了。我是宁肯就是说你有一个墙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直接卡住这人物，就直接不要爬，就是一直是卡着一个地方在原地太空步。我是宁肯那个样子，至少是不会影响到你战斗的一个节奏。打着打着突然爬墙了，这谁受得了？什么东西？包炸药桶。这个法师的话，感觉你直接死了，他还有好多血吗？那这东西是拿到了。またか。
被跳过来之前我就被这攻击到了。还有个碑，还有一个，这什么东西？古老的石碑。有什么提示吗？无缘不可开。感觉没有任何的提示。安全距离確認。行け。我需要攻。至少提示就不管了。もっと早く。可能是这个岛的其他地方吧，没准会有一些提示，或者说呢是。之前我记得在哪个地方好像有书，就是一些我从来不读的那些书，好像只读过一本什么骑士团手册。但那些书好像有一些什么，就是类似于是介绍这个地方。类似于是地理背景的一些东西，如果读一读话，没准能知道一些线索。我们先作战吧，还是没有作战？次は何に会えるか。这前方好像是没有去过。它等于是一个探险者的屋子。这边。这个日志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读一读应该是能，好像没有高亮，没有高亮估计可能读一下
如果说能找到线索的话是最好的。没有读得太懂，另外我看的是地中之眼吧，还是说有别的本？地中之眼，那边有一个挑战，然后这边有一些很奇怪的芦苇吗？还是什么东西？这个岛我们有来过吗？这个岛从背面看认不出来了。我腹が痛い，带个箱子都会肚子疼。またか。但地图的话，这个地方是之前的那个解谜的东西，然后这几个岛应该是都探索过了。こたつ姿を見せよ。这前面还有个路，但是我也不太清楚怎么走过。我觉得离着那个东西越来越远了，我没有找到一些什么线索，可能是我没有探索特别仔细。这边已经是地图的名字都变了。大概有是个风车，风车的话。那边我没有看见箱子，所以说那个怪物不杀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东西怎么开是就是没有提示，我说我找的不是特别的仔细。玩起剑再回去看一下，之前好像还有一个是，哎，这个是什么？哦，身上好像身上有一个箱子。如果说是有提示的话，估计是那个岛上有一个墓碑，
可能是这边的这些小岛的哪个地方，没准也有墓碑。可能是因为一直在探索，把墓碑给忽略了。门为什么是在亮？是鸟蛋吗？在亮还是在鸟蛋？上面那个石头看着很可疑，然后那边还看着一个这个东西，这是干什么的？怎么湿了？没有效果。好像这个冰消失的话，我天，还是不对，这个冰消失的话，那个石头也就消失了，所以说不应该在那等了。我的攻击射不过去，还有什么线索吗？水系的东西，这个魔法阵是蓝色的。一緒に頑張ろう。元気出してよ。是没有用。实在是想不起来这个东西，就是那线索太少了。我觉得呢，这个就是直接在地方标一下吧。跟之前好像还有一个是哪儿啊？这个东西之前好像是它至少旁边有一些火焰的机关，你是可以开，但是具体怎么开我是没有搞懂。这是个什么？当时好像在那个海底下好像看那个图腾海。这地方好像就是这种古遗迹还是蛮多的，具体怎么开的话还是需要可能去探索，去找到人，去开启一些对应的任务剧情什么的。至少好像之前每次来一个新的地方都是能有一些真的是本地相关的一些小的剧情，虽然说是没有任务，但是等于是还是有点故事线的。这估计可能是这个附近我可能要探索一下。
这地儿好像没怎么来过，我来这边就是来采辣椒的，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可以探索一下。但是这期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现在就是升级特别慢了，我可能之后大部分时间呢，我是可以看地图上多了好多标记，我现在每天上线没事闲的就是去采采矿拔拔草，因为这些东西是你角色升级需要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需要这个小灯草是好像至少不是一天刷新，我昨天有采过，今天我去的时候这东西还没有刷新，它是要30个，我是现在是采到60个，但是我想的话如果这个升级这么下去的话，应该是之后可能甚至下一集可能就翻成60个，总之很多的话我就是要提前 farm， 这些东西要的东西还是很恐怖的。还有什么天赋这种东西现在我看不了，好像可以这么看啊，这边等于是需要箭头，所以说要不停的刷怪，然后你的天赋要好像是要史莱姆，对，要史莱姆，但是我刷史莱姆刷的还是很多，所以暂时是不缺了。你的武器是缺需要这个东西，什么债务处理人，这个东西也是这个怪物每天是被我刷光。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讨伐吧，这些怪基本现在它都是被我刷光了。我需要的东西的怪都相当于是都被我刷光了，每天都是这么一个样子。两张图，我估计可能每个人的因为角色不一样，我现在还是没有去等于是去培养更多的角色，我这边就是我已经意识到至少我的材料是不够的。如果想培养的话，我比如说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这两个人，我是想培养，但我是一直没有去培养，主要原因就是我基础的队伍基本上是三个核心成员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再缺一个去替补的，这边就是由于是一些元素的反应相关的一些东西有可能是没有特别好的能有额外的资源我去投入出来。这边风我是知道它之前主角是风元素，我是知道它好使，所以说是投资了一下，这种我完全不清楚的东西真的就是在资源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是只能是暂时观望。这个游戏真的就是可能我还是不太特别习惯这种手游吧，能玩了太多的单机有点不太适应，不过目前暂时就这么样子，总之跟大家提一下，之后的东西呢可能就我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自己私下时间 farm 了。这边的 HR 不是 HR 是什么冒险等级升高之后解锁一些主线任务，可能是再去录一录，其他东西估计就没有什么好录的了，总之是这么一个样子。那这期就先录这儿了，也是神灯喜欢，下期见。